物价要买一些，可能七月啊，去那家里很多蟑螂，我去买了蟑螂药，然后这个老板呢，老板说有一个效果最好的蟑螂药，结果那个老板说这是最好的，他就给他，然后那个人就回家然后放，结果隔天就长很多蟑螂死掉这样。就后来过一阵子的时候又掉那个蟑螂出来，然后他就回去找他老板说，哎，老板，你不是说那个效那个药效很好啊，什么为什么越来越多蟑螂这样？然后这时候那个老板说，如果你死了，你的家人会不会来找你？有没有好笑？我跟你讲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的反应是最好的，国中生的反应大概就是。对，真的好笑啊，没有关系。没有，这是好笑的，学生的要想一下，要认一下，他们突然忘记怎么笑。其实他们很喜欢这段时间，其实他们皮都没有笑，可他们心里面会觉得老师很好笑。真的，像这样像老师的这个东西很好笑，所以其实这也是一种效果。我们现在不是上完这次赛了，上完课之后是其实是看面，就刚刚你说你又看到国民党，然后跟另外一只牛说赶快跑一样。要赶快跑，公牛跟母牛说赶快跑，国民党。然后母牛说为什么？因为母牛会催你。啊，你为什么看起来比我还紧张？那母牛跟公牛讲，公牛说，因为他们不只会催你，还会扯淡。OK， 像这个笑话呢，我们就会保留在永不录用区这样子。哈哈哈哈哈。现在是要讨论。没有啦，很好笑啊。你那笑是从哪里找的？是我姑姑传给我的，说哎有笑话赶快传给大家，因为我们大家每天都在收集笑话，然后因为学生又听过很多种笑话，然后他们在回馈在上面还会写说，老师你们笑话什么？哎他们回馈都听过了，他们都听过了，都老梗，他们都听过了，他们不好笑。你们不用每个礼拜都要讲笑话没关系。安慰我吗？讲笑话吗？其实我们应该讲越冷的，因为空调。差不多了，明天见喽。